悠悠，快醒过来，我是汪可。 王家商会，你姓王的，你想做生意，难道不知道朱仙镇的规矩吗？王家看来要完了。聂家可不好惹。这次我找你就是为了救出幽月公主，我保你一定能进天狼宗。聂天霸的账，的确也该跟他算一算。王可在搞什么鬼？幽月公主明明就在我这儿啊！哈哈哈哈，多亏了王兄，果然聂魔险些白忙一场啊。 前任和左右相方全部查验，一拳不帮空。这饶命！先生饶命！说，幽月公主，被王珂骗走了。什么王珂？从现在开始，公主就是新娘子，而我们就是送亲的队伍。她叫张神虚，是你们大师兄未来的小舅子。得罪了她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我才是真正的张神虚。就是张灵儿吗？ 他是张离儿，怎么两个新娘啊？我有理光，我弟弟呢？所有人都不许动！为什么都对着我们？张离儿，既然你是神，就休怪无益了。你是仙魔？哼，天狼宗今天也算是到头了。这可是幽月的相思珠，他可以感知到幽月的位置。张正道，我们去找幽月。